这是什么意思？睡觉。我不跟男人一起睡。哼，我是你舅舅，不是男人。舅舅不是男人吗？舅舅是男人，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。来，往那边点。那是哪种男人？舅舅是一个……哎，别问我了，睡觉吧。我很认真的告诉你，出去睡。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出去睡啊？手机拿来，干嘛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